谢无语请吃寸词跟一元棒，祝你越来越棒。对啊。哦，吓死我，还会掉着个爱曼的。这是 Rust 的一个巧克力，祝你充满力量。能啊，一个用完发电吃一个。谢谢无语且失策的一个秋天的奶茶，祝你秋意盎然。塑料的，但是我可以去。谢谢范范子的一个秋天奶茶，祝你秋意盎然。谢谢你瑞恩的一个玫瑰花，祝你花花世界如愿。谢谢仓库的一个秋天奶，祝你秋意盎然。嗨，谢谢蛋胚的一个巧克力，祝你下很多蛋。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对，是的，很配我的指甲。谢兰子就这个愿望帮你点首歌，谢谢老虎嗷嗷的五朵玫瑰花，祝你五虎。五福临门。不能吃塑料的，但是一个用完发电，我可以勉强给大家一个吃塑料。那难道不能整粒吃进去，明天整粒出现在马桶里吗？不可以吗？点了新疆菜，但我也不保证，也不一定。就跟林淑琴家那只狗一样，上林淑琴家那只狗当着我们的面吃了一个塑料块。第二天听说完整的拉了出来。对，很厉害。没啊。谢谢皮皮穿的一个秋天奶，祝你秋意盎然。对，我最近总是觉得人很累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谢谢沃克的一个玫瑰花，祝你花世界迷人眼。不知道。谢谢。成都男童加他的一个姻缘棒，祝你越来越棒。就人很累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P
疲惫。这无欲且失措的十个巧克力中，充满力量。拔河神，我也觉得。我最近做什么都很累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哪里有热闹看？晚上好。就是，比如说我拆个快递就会一直喘气，就很累。比如说别人说我上公演跳完歌曲，我不一样，我上公演就是从那个楼下化妆间爬到剧场的那个两层楼，我已经就是爬完那个楼梯我已经在喘气。谢谢石美丽的九九依然棒，你可以点歌了。恋爱 RNG，我以前不是跟你们开电台的时候，我在北京的中心住四楼，我每次爬到第三层的时候会喘气，停下来休息一会。现在两层楼都爬不动，天！啊，你没有抢到我们的公演票吗？对，可能年纪老了。上周和上周一直在出汗，这个不出汗，但是会头晕。挂着 MM 豆啊。怎么会睡不着？谢谢特伦苏调配师的四个玫瑰花，祝你花世界迷人眼。对，今天有 PK 哦，可以看看小杯。我们现在被几倍吊打呀？怎么就中学小组？这是棒球。可能是蔗糖少，让我去开瓶可乐。谢谢无欲且失措的姻缘棒，祝你越来越棒。乌鸡哥的一个姻缘吧，祝你越来越棒。没开音响。多喝奶茶，多喝可乐，蔗糖。不，刚那个是无效无极歌。
谢谢 Carol 奶的一个秋天哪种秋呀，谢谢无雪失策的20个元宝，祝你就是拥有20个老婆吧。哎，还有人要点歌吗？谢谢江界的99个愿望，你可以点歌哦。100个愿望，你可以点歌哦。神庙，今天是5月天专场。谢谢你一个生日帽，祝你越来越礼貌。谢谢于关羽的一个1元宝，祝你越来越棒。我在看我的朋友的群里，他们在说话，有点好笑。谢谢于关羽的一个1元宝，祝你越来越棒。干嘛老打听我换宿舍还是我室友是谁？少注重这些花边新闻，专注作品，头号新闻，我的作品。啊，专注作品。嗯。这是镜像，谢谢亚给龙的99元宝，你可以点歌，谢谢。格子期，格子期的啥来着？西塘油，西塘。对，专注作品。优内堂不能升了，我并没有跳那个忍者的打算。对，如果哪一天跟我说我可以不用跳整场，只跳首歌的话，我就去跳忍者。不然你们怎么看到在后台躺着喘粗气的我？嗯，嗨。探戈跳过了，但是跟没跳过一样，没跳好，没跳好。那个探戈通知太短了，我就一天时间学，没跳好。我已经很久没上过整场公演了，你看你就不关心我。没事没事，踢了。我首演的时候就没上那个呀，因为那个时候是分站位的。
我一开始是跟那个小高分站位头，然后我跟小高一拍即合，我跳简单的，他跳难的。生日公演不是洗脚不能办生日公演，没有。我吃的点新疆菜，点了个新疆米粉。有一点不辣，这家店的不辣。谢谢低调系列的一个秋天暖冬，秋月盎然。还有我想点歌吗？喜欢吃肉，我就出去不做。我跟他们说我喜欢吃炒菜，但我每次点的炒菜都固定的，麻婆豆腐加那个青椒，就是那个虎皮青椒加土豆丝。我不是很喜欢吃肉。江记的九九零帮你可以点歌，100帮你可以点歌。海鲜，我之前在我们那边有个五金城，是个夜宵，里面有一条街是夜宵一条街，里面有家海鲜店，里面的生蚝很好吃，是真的生的那种生蚝。那个老板对我们也很大方，后来可能是因为我离开了吧。过年的时候去，发现那家店倒闭了。没有人支撑他的生意。海盐海鲜不多，但是那种鱼啊，然后虾很多，就那种大家就是明鹤，你知道明鹤就是。明虾是我们这边的家常菜，但生蚝什么的还是比较少的。虾怎么能算海鲜？明虾是家常菜，就那种就已经不想看到它那种家常菜，太多。所以它应该算河鲜。还有要点歌吗？下首歌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这边河流比较多，海鲜还比较少。错位时空。海盐的县城里有个观海园，就是海滨公园。是谁错位时空？随便放着。然后，就是你就是，但我不知道其实那个算不算海，就是你知道那个
杭州湾嘛，是从我们这边入口，然后他那个我不知道那个算不算海，但是算入海口吧，那那的海不好看，就是那个观海员可以看到那跨海大桥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杭州湾跨海大桥。谢Coder 的一个秋天拿住你秋园。我以前觉得我们好牛逼，我们以前都是海滨公园下，就是去那个海里，从海滨公园然后进那个海里，然后抓螃小螃蟹啊什么的，小时候真太牛逼了。现在都就是我那个岸下面我都不敢下，就再长大点还是会就是下那个河梯，但是就是不会进海里，就在那个滩和那个石头堆里走来走去看看。现在就是我那个滴就不会滴都不会下，我就坐在那个滴上，唉，跨海大桥。没有，以前都是大人带我们下的，所以以前就是每年都有很多人死里面。普通老百姓哪懂什么涨潮退潮什么实惠？但我突然想到的是，就是我们那边有一条河，那个河是通往那个海滨公园嘛，然后那个河是就通整个县城的主干道河，然后是整个县城这样横穿的一条河，然后大概在这个河上建一座桥、两座桥、三座桥、四座桥、五座桥，然后建了就七八座桥，然后就每座桥都能够看到，就是每座桥你知道吗？就是我，而且他们取名的很方便，就是最那边一号桥，最那边八号桥，我站在二号桥上，我能看到一号桥和三号桥，就这种，而且很近的那种，就能看到就是二号桥上，哦，今天站了几个人这样。然后小时候就是，我就那天突然想起来，我很小的时候，以前他们在那个河里会有那种，不知道怎么形容，就是那种什么会。河会吗？灯会还是什么？就是会有一艘艘龙船那种，超大的撑满整个河道的一艘大船，然后就超慢的速度，然后从河道上驶过，然后上面都是穿着那种古装的人跳舞啊，然后挂着一盏盏灯笼啊什么的，然后就是然后一艘两艘三艘船那种，然后就是然后那个河的两边岸上和每一座一号桥、二号桥、三号桥上都站满了人。我就记得我当时站在三号桥上，但从就我就突然想起这件事情，是我很小时候的事情，就发生过一次。主要是海也很小，我觉得当时那个时候肯定整个县的人都在那个河边上。不是一年一次，小时候可能会有吧。我就突然想起来那次我小时候看到过这个，就突然一下子就从记忆超深处，脑海超深处给挖出来。反正起码从我小学开始是没有这种事的。对呀，我就是有时候就会突然想起很小的时候，好神奇。
我是越近的事情越模糊，我小学的事情都记得很清楚，初中的事情记得比较清楚，高中的就很模糊。我那天去那个麻将，就看他们打麻将，哇，那个麻将桌那个女的是我高中同班同学，我没认出来。谢欠馒头的100个姻缘棒，你可以点歌。River。小城山水。搜不到哎，你这个小山水城搜不到。不行，要先点歌。今天生意惨淡，看感觉还是电台比较好，化了妆的没有人看我直播。好，我找到了。没事，我找到了。哇塞，现在天才多多冰的一个皇冠，祝你多赚钱，多找对象，多学习，多做成功人士，多多爱我。谢家给龙的50个巧克力，祝你充满力量，祝你钞票多多。刚刚那首歌我怎么点？六折，还有，真的吗？这不是。哎，我听说杭州是不是要改那个？就重新划区了。听说我们下沙要从江干划到潜江新区，好难听的名字，还是江干区好听。已经改了。对呀，改好了已经，官宣了吗？卡城区，真的假的？上城和下城合成卡城，真的假的？我信啊。
骗我的是吗？确实很难，我知道你这个是文字梗，晕了，拱墅区没了，拱墅区我知道，就西湖上面那个区，因为它就是 M 豆啊。那可是有上城区没有相机很奇怪啊。谢咕噜咕噜肚子饿的十个巧克力祝你充满你的，我就是拿这个 M M 豆，然后它就捏在我头发上。还有要点歌吗？黎明区，我知道我有个朋友家就在黎明区，我以前在黎明区，就是。我对林平最有印象就是我有个朋友的家在林平。缓缓护如是什么？缓缓，反，晕了，算了，不说了。同乡吃瓜。反黄护炉，晕了晕了，不说。绿色色素，是不是读得很清楚？谢谢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五十个应援棒，祝你你可以再点五十个，你就可以点个绿色色素呀。我最近新学了一招，就跟我一个朋友说的，学的，就是你不管你这个人只要做错什么事情，你就要说，跟你要说的呀，这种事怎么好不说的？就我们那边喊话就是跟那要捏呀，高捏呀，然后你这件事情就打哈哈就过了，你只要做错事情你就要说，跟你要说的呀，不早说。你要说的呀，怎么好不说的，然后就过去了，这个就从你的问题变成别人的问题。
跟那样粘呀，那好不粘呀，坐垫粘呀。啊，是的。学呀、啊、学、啊，吃起来馒头99个玉碗棒，你可以点100个玉碗棒，你可以点歌哦。你要点什么歌嘞？宝宝好故事朋友，宝宝什么来着？就是韩语。对啊，都是那个无语嘛，无语啊，无语、啊。就是感觉有被拉，不会越剧，不会啦，你不要乱想哦，怎么可能会唱越剧呢？海岩在江北。不不，不是。浙江北，那是浙北，不是江北。我们这边的江北就相当于你们上海的苏北宁，晓得吧？苏北宁。浙北和江北当然不是一个意思了。
所以上海的苏北在哪里啊？苏州河以北吗？No no no， 对啊，我们是江南。谢谢幼儿园的一个秋天奶茶，祝你越来越圆，元气满满。嗯，对，浙江不是江南南，浙江是属于魏蜀吴的吴国，这个也也属于南宋的一部分。啊，谢谢 LXR 的一个秋天拿中，秋意盎然。对的，嘉兴属于吴越的分界线。是的，我有个同学就叫吴越。谢你瑞恩的99个愿望，帮你看点歌。我那个叫吴越的同学，他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去韩国当交换生，还帮我带了一张 2AM 的专辑。因为我当时正好在看那个亚当夫妇。没事，你先点先点，你要点什么歌？啊，托亚姆时代的眼泪，居然你们有人知道。你要点什么歌呢？你们要点什么歌呀？图片 ，Put your hands up，Put your hands up， 哎，对，亚当夫妇就是我初中的，是有10年左右，对，老 JYP 粉丝。催友情吗？我当时有点 get 不到维尼夫啊，就是没有说他们不好的意思，就是看了几个夫妇，就是可能就是我比较喜欢那种搞笑型的，就是像亚当夫这种搞笑型的，就维尼夫他们就是比较的恩爱吧，就是两个人都老腻在一起，我就是作为一个对吧。红薯夫妇我觉得两个人都很害羞，有种那种学生很生，就是那种不熟的感觉。红薯夫妇看起来总觉得他们俩不熟。谢谢三奶和金花的一个秋天拿中，秋意盎然。但是我还是很喜欢郑容和的。我就看中哦，因为我觉得要么是有剧本，要么就是你对吧，就是你为了综艺效果你去干嘛干嘛，所以我就是纯为了搞笑，我爱死亚当夫妇了，笑死我了，怎么会有那么搞笑，他们把一个恋爱节目拍成了一个喜剧节目。还有要点歌吗？没有有点歌是吗？谢兰子99个愿望帮你可以点歌，那你答呀，你要说的呀哥，
跟那要捏一下，不好不捏一下。捏呀，点什么歌那样捏呀，我好不捏呀，你早点捏呀。麻雀，杨姐的新歌叫什么？杨姐的新歌叫靠近你。在 Q 上有吗？好，找到了。海盐话搞快点，那快点，弄快点。但我一般不会说搞快点，我们会说快点快点。就这样子，就很紧促的，快点快点。还有个是敖嫂，那敖嫂，敖嫂就是快点的意思。真的吗？你是哪里？在吃新疆炒粉。快递。上海也说，敖嫂还说快点。敖嫂，嗯。敖嫂我们现在还是会说的，但我们很喜欢，就是海燕很喜欢后面加个鸭哥，那快点鸭哥，那年鸭哥，就是我们喜欢加鸭哥。谢谢皇家预言的老婆的一个秋天拿，祝你秋意盎然。对，等于口癖那种。你快点呀，哥。对。但我说的也都是那种不伦不类的。啊。那当然，你们要是还听到别的海言说了就很奇怪。我觉得我是海言大概第六有名的人。对，这个 M 豆是真的区别大了，第一名是三毛。的爷爷张乐平，就是那个，就是《三毛流浪记》看过吗？他的作者张乐平，然后呢是那个对《三毛流浪》漫画家，然后呢有那个布新生先生，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，布新生先生他应该是一个。企业家，对，然后还有，以前有个男团，
好像叫 M4N，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，里面有个人叫方逸伦，对，他也是海燕。对，然后那个月亮姐姐，但不是你们知道那月亮，另一个，专门在那个以前就是张杰在参加快乐男声的时候，然后给张杰专门伴舞的一个月亮，那个人反正就是一个专门跳舞的一个女生，然后她谢小春是一个玫瑰花祝你花事迷人眼，然后她也是就是蛮有名。嗯，确实第五有名的就是这个胖哥亮，你们可能你们就是周围的商场有胖哥亮这道菜吧，它的发源地是海盐，胖哥亮这个肉蟹堡我从小吃到的。对，胖哥俩是海盐的，你们可以支持一下我们家乡菜哦。那当然是打不了折哦，胖哥俩排前面是吧？好的，对，胖哥俩的鸡爪啊，再挂来一窝。没有胖哥俩，反正我从幼儿园的时候他就有，他应该是慢慢开店，开的越来越大，开到连全国的吧。宝的话是同乡宝好吃，然后海盐的话就吃胖哥俩肉蟹堡就行。你要说那种杂牌子的那种宝的话，那还是同乡宝比较有名一点。啊，那不知道啊。谢王家远的老婆的一个巧克力种出门哦，还有一个人也是海盐的，也挺有名的，他现在是他是专门在网易云做翻唱的，就是把那些韩国歌曲翻唱成中文版，然后他的声音比较特别，然后我有一次我在我觉得他翻唱蛮好听的，我有次在那个就是我的朋友圈分享了他翻唱的韩文歌以后，结果我底下有朋友评论说这是他同学，我才知道那个人也是海燕的。还有要点歌吗？你对世界真的很小。谢谢鸭给龙的50个巧克力，祝你充满力量。童可可一种感觉。谢谢经络的2个秋天蓝，祝你秋意盎然。我凑到枕就撤了呀。小贝还差8000鸡腿凑着，我不困，但是我有点累。谢红头发地狱凤凰的一个秋天蓝钻，秋意盎然，吃完了呀。晚上好。谢谢 copy hotel 的99愿帮你可以点歌，哇，谢花火的一个禅杖，祝你直杖四方，火花四射，嗯，花花世界迷人眼。认错。现在小贝还差4000鸡腿凑整。
谢红头发的第一凤凰的一个愿望棒，祝你越来越棒。我不是甜妹，我是一种全新的风格，叫丧妹，就每天垮着脸，就是发呆，这是我的日常状态。谢谢石美丽的99个姻缘棒，你可以点歌。真的吗？对，不想做辣妹，我是丧妹。这首歌叫靠近你 ，Close to you。谢谢同头发的第一凤凰酒这个愿望棒，你可以点一首歌哦。对。一种感觉，后面是什么歌来着？还有要点歌吗？认错，谁的认错啊？许嵩吗？谢谢不两不散步的一个巧克力，祝你充满力量。谢谢甜甜的 KG 的一个巧克力，祝你充满力量。好，谢谢可乐多冰的一个夜蝶，祝你喋喋不休，夜夜美丽，越夜越美丽。谢 LXR 的一个姻缘棒，祝你越来越棒。可以吃啊。记不清，会有秘书帮我记一下吗？啊，来一个秘书好吗？想要那种穿包臀裙的秘书。头发的话，深棕色是最好的。真的吗？身高的话不能太粗，165以上就行了。
嗯，然后不要那种就是满腿腿毛的，对对对。如果不知道就是怎么样，就是的话，就你可以购买一下我们浪彩推销的脱毛仪。认错，然后认错完了是什么来着？张敬轩的《春秋》，确实，木易就很好。然后要那种踩着细跟高跟鞋，粗跟高跟鞋的我不要，要踩细跟高跟鞋，就华伦天奴那个高跟鞋，请自带一下。还有要点歌吗？嗯，你不懂，哎，你们女人不懂，穿那个高跟鞋的女人都不一般，都有点东西。我知道我现在大概应该还要放个四五首歌的样，我就问他们凑整，人家想凑个整。真的吗？哇，谢谢给龙的一个夜蝶，祝你喋喋不休，不再矮龙。谢 today 的九九个应援棒，你可以点一首歌，嗯，差不多凑到这。不不。不不，好可惜，跑的哟。真的吗？原来你们喜欢俺妈，俺豆。好的，来个秘书记一下这首歌，它竟然是英文，有点难记。这怎么是？这是韩式棒球服。韩国棒球服。头发上的当然可以吃啊。很难吃啊，很难吃。吃一个，只要一个用完发电就可以吃哦。真的吗？好的。然后是春秋，春秋玩是什么？最近不过生日，但是会凑整。房间说散就散。还要二十天的运动会，这么早？哎，不想运动会。
是哦，前年那个运动服太难看，丑到我。我生平最讨厌玫红色，结果还让我穿了一身玫红色加玫红色的袜子，我真的非常的受不了，人都晕倒。我当看到那条衣服。真的很难看，我超讨厌玫红色，这辈子不会有比我更讨厌玫红色的人。嗯，晚上好。这个是玫红色暗曼朵，就因为我很讨厌它，所以我把它别在上面，这样我低下头的时候就不会看到它，懂吗？那这是一包一包买的啊，妈妈豆都是一包一包买的呀，真是。谢谢甜的 KG99 个愿望，你可以点首歌。确实。哎，今年运动会，感觉会是一场粉丝就吵架大赛，因为有个全团抢椅子活动。我就希望到时候跟我，就是我旁边都是跟我同一个级别的人，就不要有那种什么超级宇宙无敌大 top， 然后站在我旁边，然后他要跟我抢椅子，然后我一屁股一坐，哎，这个 top 倒地上，啊，我广场人了，啊，千万别。对，所以就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。嗯，所以就是希望就是我该让的时候会让的。也不要能进几轮的，不要前三轮出去就行了。反正我在我边上千万不要是那种大头豆子，就是吐口水他就粘那个头上，你自己也可以试试。嗯，也有可能。对呀，啊，那个抢椅子不是全团参加的，嗯，怎么就吐了十口口水？肯定不会分组赛，要大家一起抢才有意思。房间完全说散说散就散。我放完歌我就走。100个人就摆100个椅子呗，然后那个圈慢慢缩小。当然，我想的跟公司想的可能不一样。
踩气球这种一惊一乍的游戏就很不适合我。场馆真人吃鸡，谢谢蓝天群星的一个应援棒，祝愿棒。你咋不说每送满什么500万鸡腿，你可以指定四个小强跟你打一盘王者呢？带语音开黑的那种，晕了。我怎么拔河？就是混在人群里，假装出力，身体往后倒的拔河。就身体要微微的感觉往后倾，有看起来好像有像在拔的样子，实际上只是就是为了凑个镜头。晚上好。对，经典项目就是拔河呀。不行，最后要体重重的，最后和最前都要体重重的。真的吗？不知道。也不一定体重重，就是个子高的也很重要。因为大家其实成员体重都差不多，有时候就看个子。我们队的好瘦，我觉得 N 队的都很瘦，我没见过 N 队有胖的。照片的发什么发？只要今年上八来了很多北八，我们北八人都是矮子。每次就开总选的时候什么的，我感觉大家排练的时候感觉就是北八人都好矮，然后广八的人都是那种可高了，又高又瘦，然后上八就比较分散，高的也有矮的也有。对，上次一队的总分应该是全团倒数第一吧，就是我们每一个项目都拿的是倒数的。说散就散，下首歌是什么？对，我们一个名次都没拿到，我们就是前五名都没拿到过，就是他会播报前五名还前六名的那个队伍的名字嘛，就是一队的名字没有上过榜，就没上过前五还前六，每一个项目都没上过，很搞笑。Black Water， 对。真的吗？哦，杨一帆姐，哇，好强，好强，好强！恋爱采集又是什么鬼？对，那个时候是七恐龙进展，我觉得今年的项目好少，很无聊，就我自己都没什么想看。Bori， 素 Bori。大胃王挑战赛容易比出事情来，我觉得会吐的，就是他们会吐。谢退堂鼓首席演奏家的一个圈圈打住，你秋意盎然。对，对，很 MM 的。
不伤痕，别纠缠，别装作感叹，就当作我太麻烦，不停让自己受伤。我告诉我自己，我这波放我就差不多下了哦，感觉时间也差不多了。这时候有没有飞行棋比赛？飞行棋比赛，然后粉丝投票第一名的话，可以就是他可以免费四个棋子的往前十步。哦，对，北巴有这个。就是突然想起来，北巴好像搞过。投运动会当时看你的出彩瞬间。不过你在运动会上吸粉。划船大赛，成本不够吧？不值得。划船大赛的那个奖励是一张单曲，你就四八会，确实他们抢我干拌面吃，可那个拌面真的蛮好吃。下首歌是什么？喜欢水。下首歌是什么？没了吗？对。不是，我觉得我狼杀进步了，我现在可以上场，而且我现在上狼杀我不会生气。Only my darling， 你点的是吗？我现在如果他再重启狼杀，我可以，我愿意上场打。我之前就脾气不好，玩狼杀老上头，我就很聪明，我就没想上场。对，因为上头就容易骂起来，就会生气。对，我怕我骂人。虽然后来在那个狼杀 APP 四八的那个狼杀 APP 里，我骂了好多次别的人。上头我控制不了，粉丝也骂，成员也骂，我上头谁都骂。怎么打成这样，这也能容，你把那边上头，我管这个场我认不认识，我就要菜死了。因为我玩游戏太容易上，但现在我长大了，我现在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我了，我长大了。我现在已经长大了，我已经不会上头了。游戏嘛，主要靠个那个，玩个开心，对吧？谢谢布总的一个。秋天呐，祝你秋意盎然。对，长大了玩游戏就不急。老控制不住想骂人，气死我。对啊，后面应该没歌了吧？还有人歌。我蹦之前打他，我没有打他。
是他每次都在那个口，那个上膛口，他这样探出半个身体，我就很奇怪啊，我就每次都觉得你是不是要上场呀，我就把他就是轻轻的就是把他送出了外，送到了舞台上。然后呢，他就很奇怪，他就开始要打我。对啊，那我就是我梦想要被打，我当然要还击啊，就这么简单。结果排到你了嘛？对，他老脏我，真恶心。可是我觉得炮姐在这部动漫里很弱，老被就摁在地上打。嗯，帅是有点帅的。但真的看起来很弱，就遇到谁都摁在被摁在地上打。我当然看过啊，我跟你说过，我以前不懂事的时候当过一段时间二次元，好吗？哇哦！巨人我看过，但我第一季看完我就第二季就没有再看了，因为很恶心。他的画风，画巨人吃的那个画风让我很恶心，而且我大概能猜到后面是啥剧情，我就觉得没意思。感觉巨人在我心目中地位没有那个东京狮总高。权力的游戏，我看过抖音的那种，就十分钟带你看完权力的游戏，我看到第一分半没看懂划走。对啊，我经常在抖音上看电视啊。这首歌后面没歌了，对吧？是吧，友友们，对吗？对，因为要拆头发。是吗？没了，那没了这首歌放小贝走了。因为就是 M 豆，你看 M 豆本豆，哎呀，怎么说又没拿？就是我最讨厌的颜色。你看，就随手一拿就是 M 豆本豆。你看后面有个卡子，这样的给它卡上去。玫红色庸俗，
本拿跟我们 H 城 H 城。嗯嗯，哦，我知道了，你看 ，S H 叉，聪明吗？嗯 ，G。聪明吗 ？B B Go 聪明吗？好了好了，走了走了。然后 CKG 的土色都有 CKG。那个预备生有预备生加 DFT 啊、哦、预备生协同调配师的一个玫瑰花，祝你花世界迷人眼。好，那小贝走了，友们拜拜。